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咁啊，非为武术，由你讲嘅时间又到啦，系啦，李师傅你好，好，老会长你好，好啦，今日咧我哋嘅问题就直入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直入。OK， 咁啊，第一题咧就话呢个问朋友问李师傅，你觉得我哋传统嘅国术有冇考级嘅制度嘅？我哋传统国术咧，因为我哋真系百花齐放嘅，支流繁多嘅，冇错。咁你有冇考试制度咧？系会有，但系咧就基本上都系某个门派，或者某一个体育会。他自己定立一些評核的標準呢，去給他的學員或者會員呢去遵守來給一段數或者級別這樣的。其實呢我 都,、都知道呢，原來粵劇呢，香港粵劇呢都有一個機構呢，就真的一個是考級制，考就一級、二級、一到九級的。他呢，其實我覺得他的意義就是呢，希望那些學員呢有個很明顯的進步，那個即係一個階段咧，階段係一個鼓勵性嘅。咁啊，即係佢可能我學咗一二三級之後咧，咁我有啲可能話，我唔使第四啦，可能佢考第五級，佢真係考到咧，咁可能就令到佢有個更加好嘅一個發展都未定。但係我哋遇到嘅問題就話、譬如假設我哋係北方拳術啦，如果你用一個北方拳術嘅要求去平衡一啲其他門派嘅功夫咧，似乎你又做得唔好嘅，唔能夠達到人嘅門派要求。咁所以通常咧，我所知咧都係自己門派定立。或者自己的體育會去定立俾會員啊，或者學員啊去跟從嘅啫。我諗呢個都啱嘅，因為你點為止一個門派嘅係唔同啦嘛。係啦，門派唔同噶嘛，特點唔同。咁樣佢能夠有個比較明確啲，譬如我學呢、這個呢、這個門派嘅，我學到一個佢最高級噶啦。咁啊，再做嘅時候，咁你可能嗰個階段就唔同啊嘛。咁我諗呢個係對佢哋一個，如果你本人你都同意㗎嘛？我覺得都有鼓勵作用，尤其啲年輕嘅學員咧，你可以鼓勵去。即係向哦，啲師傅，我哋一級咯喎，遲啲升二級、三級喎，咁對佢有一個明顯鼓勵。冇錯，同埋而家我哋唔似得以前嗰啲係即係師徒制咁樣咧，大家都係學一個一段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咁，希望佢哋即係知道咗呢個階段到咗啦，可能再下一次嘅再學嘅深度嘅知道啊。咁同埋你嗰個評核制，你可以初頭你可以用一個數量，譬如佢識咗某種拳術，佢達到某一個級別，再學多幾套咧，又乜佢咁你個。拳術裏面都有啲係簡易啲，有啲係要求深奧啲噶嘛，係唔同噶嘛，都可以俾到個鼓勵作用嘅，都係有係可以可以呢個方法。即係我諗都係開放嘅應該就係開放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啊第二個問題咧就話呢、這個朋友問到話睇到你哋嘅全網上嘅影片之後咧，注意到多數都係平拳，佢咪問啦，請問有冇其他嘅握拳方法嘅咧，師傅？其實我係中國拳術係博大精深嘅。咁一般我哋練拳術裏邊咧，都係以平拳啊，或者日字拳嗰啲咧為主。咁有其他門派嘅招式，因為配合我個招式嘅使用方法咧，譬如有啲咧由平拳咧去伸展咗出嚟咧，將個手咧、打長咗一截，咁你長咗咯喎，一寸長，咁你咁咪突出咗手咯。咁甚至有啲咧係突然間咧係將個平拳改為一個突出，咁有一個平嘅聚焦一個點裏邊咧。咁嗰個滲透力咧，相對又會更加強噶咯喎。要針對某一個係啦，有某個點打落，或某個招式打落啦。咁其實咧係有好多拳術咧，喺個中間過渡裏邊咧，佢個手型咧都會作出若干嘅改變嘅，就係配合嗰個招式嘅用法。冇錯冇錯，即係其實就唔係話我哋有幾多種方法，而係睇因應嗰個招式嘅。係啦，冇錯啦。OK， 咁咧，所以呢個朋友咧，可能就即係注意到我哋係而家基礎片嗰啲招式都係平拳為主，因為基礎嘛。可能佢睇到其他啲人嘅招式就可能唔係咁嘅問題咯。好，希望解到佢嘅疑難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就呢位朋友又問啦，佢話：我喺網上咧學到你嘅基礎片已經一段時間啦，我想問啊，佢話想問咧，點解喺撲腳同埋呢個劈掛嘅時候咧，經常失平衡，往後跌嘅？問題喺邊度咧？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啊，師傅？這個呢個咧有又應該有幾個問題。咁可能基本功唔夠啦，或者咧打嗰陣時咧，一個協調性唔強，因為你做呢個伏腿劈掛咧，就係一個弓步，隻手部
做一個輪臂打劈嗰陣時咧，同一時間手打落地下，個腳咧即係馬上做個伏腿配合嘅。咁呢個咧要協調性啊，譬如你關節做得唔好嘅，你踎得慢咗嘅，或者唔夠平衡嘅好。咁另一個方法就係好多我見到我的學員都係啊，將個手咧拍落地下嗰時咧，係拍喺自己身體嘅前面。咁你一拍之後咧，反而有一個反作用嘅力量啊，將你推去後邊。哦，好啦，其實如果我要求咧就話，你拍落地下嗰時咧，係追著你嘅前腳嘅腳掌去拍，就將個身體咧拉前拉長咧。哦，咁我將個姿勢咧做到盡量好流線型，好低嘅話咧，相對跌向後邊跌嘅機會咧係會少咗。其實都係一種協調。協調都係有協調嘅問題咯，咁同埋可能佢就即係睇到人哋好想去到學到咁樣嘅招式嗰個效果咧，所以就冇諗到呢啲咁樣嘅即係巧妙嘅嘢啊。有時少少嘅，因為你個手嘅姿勢唔啱咧，都影響到你整個帶出嚟嘅效果嘅。改善方法都係睇即係要摸索一啲，即係摸索多少少。盡量多嘗試，因為你感覺上好似將個手伸咁長，好辛苦咁樣。咁但係伸呢個就係一個鍛鍊嘅階段嚟嘅。冇錯，冇錯。即係點解呢？其實就係嗰個套路招式嘅個功能，就係你練多啲，練多啲，令到自己更加熟習，咁啊會改善得到。好啦，希望呢位朋友咧喺翻到屋企之後，自己再按住呢個方法去練啦，練多啲啦，係嘛？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咧就希望大家繼續欣賞我哋嘅全年影片，同埋咧留意我哋嘅網站嘅工作坊嘅時間啦，多啲報名。咁啊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係咁啊，拜拜。拜拜。